黑暗风格的横向动作游戏 Shadowhunter Lost World 目前可以在 Google Play 上抢先体验咯。玩家只要透过几个简单的按键组合，就能够打出反击、空中战斗等动作。除了神出鬼没的敌人，刺激的 BOSS 战也考验着玩家灵活的身手。游戏中有 RPG 要素，每次打倒强敌提升等级之后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强力技能。怪物死亡时也有几率掉落装备，这些装备能够提升攻击伤害、暴击率等等。如果是想要自我挑战的玩家，也有像是 BOSS 连战等高强度的挑战模式。喜欢动作游戏的玩家可以下载来挑战看看自己的操作和反应哦。